三秒，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暗灵魂三》。它剑好长哦。渔火，这才要去搞侏罗纪世界。小旭，我怎么都好像看不太懂你在说什么。刚刚我不是拿到了什么吗？不能用它吗？咦，螺旋剑呢？那把不是用，问题是那把跑去哪了？好啦，那我们前进吧，快去插件，这里吗？萤火是用来干嘛的？还在喷呢、欸，折断了直线，打开选单，给别人入侵了，所以等一下会有人来打我，是不是？不要好不好？我塔，就是你快要浴火成重生了，增加血量，好哦。这边有路吗？没有。警照中，不对，好像是二照中。说这个钟声吗？他会对我有什么伤害吗？哎，到处乱走。这什么？这什么？不知道。我觉得我一定没有使用盾的才能。长得好可怕！读取讯息啊，好尾巴！哈？这是什么东西啊？人形才能坦，哦，原来如此。二瓶，好，二瓶。有安全区域的预感，另外是高兴的时候了。哎，这个是其他玩家留下来的吗？上去了。
们留下来欺骗后面的人，说这里是安全的，然后其实等一下就被打死了这样子。穿梭银河间，有一天我抵达洛斯里克。不止我不会用盾，哦，差点走下去。太好了，我不会用盾的同伴，他们没有东西，对不起了。下面有个人哎。Ah, another one roused from the sleep of death. Well, you're not alone. We unkindled are worthless. Can't even die right. Gives me conniptions. And they'd have us seek the lords of Cinder and return them to their moulding thrones. But we're talking true legends with the metal to link the fire.We're not fit to lick their boots. Don't you think? Why so 悲观？不然等等，他打你，打他，打那个女的，别打男的，不然打什么东西？王座，哎，这边是什么？我不敢下去，等一下再来好了。哎，这边还有路。好像蛮复杂的，回去好了。这个女的有什么？她可以交谈呢、欸。还戴了很奇怪的面具。不要，我要跟他说话。Welcome to the bonfire, unkindled one. I am a firekeeper. I tend to the flame and tend to thee. The lords have left their thrones and must be delivered to them. To this end, I am at thy side.Then touch the darkness within me. Take nourishment from these sovereignless souls. 你们骗我哈！你们一定是骗我的。这可以升级耶！等级。有灵魂，选择。加敏捷吧，等一下简易说明看一下。哦，说明，项目说明。
等级表示整体能力的高低数值。死亡的话留在原地，升级所需要的灵魂。他会坑我，他是假象，不会查攻略。我干嘛要查攻略？我不喜欢查攻略啊。哇，我觉得应该是敏捷吧。哎，我不能存档啊。选择与成长的能力值，我选了、啊。我不能成长，为什么？好，那就通通都加进去吧。出卖了我的灵魂。Ashen One, to be unkindled is to be a vessel for souls.Sovereignless souls will become thy strength. I will show thee how. Ashen One, bring me souls plucked from their vessels. Farewell, Ashen One. May the flames guide thee.我又怎么了？为什么我毁？如果有洞穴的话，我就意义不明。你又是谁 ？Pleasure to make thine acquaintance, Ashen One. I am but a humble handmaid of the shrine. Weapons, armor, trinkets, and spells. I've lots of little things to ease the burden of a weary traveler. And yes.I'm undead too, but not so charitable as to give my goods away. Ashen One, fetch souls and bring them to me. That is as I want. 灵魂有点像钱的感觉。他什么都没有戴，都戴了面具，没有眼睛。看他要卖什么。火焰虎，我卖剑士。好吧，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买的，先这样吧。Ashen One.Be sure to bring more souls. 就是可以杀，你们为什么一直要杀人家呢？他没有得罪你。Well, a newcomer, I see. I am Andre. I serve at this shrine as a humble smith, forging weapons.You're in search of the Lords of Cinder, I trust. A toilsome journey, I'd wager. You'll require good arms. Let me smith your weapons. I am a smith. Such is my purpose. 强化武器，消力武器，分配人数品。哦。那我可以不要带法术吗？没有元素碎片，收礼，好像没有要收的。
电子武器。需要矿石。对，需要矿石。看到结局我就知道，好啊、哦。Pretty, be careful. I don't want to see.还用不到？难道我之后就会用到吗？所以之后是会有法术的，明明是弓箭手。有没有办法让弓箭强一点、啊、我选它是因为有弓箭可以用、欸、好，赤裸螺旋剑。每个职业都有弓箭啊。他刚才的说明就是盗贼，盗贼可以射箭，这也算一错。啊！记忆法术，没东西，整理木箱。燃烧遗骨，没有遗骨，那传送嘞？我现在是要去这吗？应该是，走吧。那你，哇，这店主也太帅了吧！这里面会不会有东西？好，走了。可是你后期很难打，要到第二轮才好。开始被入侵了，走离了，我们去看 PS4。出去就是会被入侵，你们想要对我做什么？哎！
还有弓箭是怎样？我做什么？我怪都打不赢了。这边走路刚刚的一样吗？条路哎，对，是不同条路哎。我们先换这边走走哈。哎，你怎么在这？我看鸟完就忘了我还在游戏啊。哎呦哎呦，你看哎呀，等等等，哪里头摸下来，反正前面要担心火，战绩。刚刚那边有东西拿哎、欸，是哦，那就再去一次吧。你说另外一边吗？瞄准了吧。
不行！哎，来了！电磁打光可能都赢不了。偷袭啦！这边哪里有弓箭手偷打我？你要弓箭手，啊，被狙击车手，好痛好痛。那狗狗嘞？锁定啊！好，距离太远了，锁不到。有了。好，我总算活过这边了。鸟头中箭，哭哭，喝个水好了。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收看，拜拜。